还邀请我们的欧克朗的那个运长王茂石王大哥来帮我们。我们除了温度、水粉比，还有什么条件？时间。啊？对哦，谁说时间？其实2023年的关键重点是衰退，所以我们其实在上半年看的比较保守。那但是这个保守是不是完全没有行情呢？其实也未必。我的工作会比较平稳一点，怎么改成一个富豪一家？那也希望接下来贵人小朋友能在我们的合作之下能赚能获利。